想要微微的 98K，我 98K 本来被那个被何老师何鹏天老师给收走了，然后被我偷偷的偷回来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段他也太白痴了，你上去拿就走了，他都没有看到。天呐，真的是的，他不行。他在喝水，他在喝茶，他在品哦，是茶。这样哦，嗯，好的。你就神不知鬼不觉。不，主要还是他，第二季双镜变成四镜，四镜是什么？四镜可能是两个我和两个你吧。你的双胞胎跟我的双胞胎吗？徐友谊。双镜乘以二，四镜，双六镜，镜八乘镜，好，以二，你俩的徐孩友子。谊好会撩，我才没有呢，我很含蓄的，好吗？不要瞎说。小姐姐们贴贴。合唱吗？怎么都在刷合唱？合唱，那我们俩就只能唱一个头。对，要不这样，我唱前面，你唱后面。你太坏了，不行。唱不上去。我那天录完那个歌之后，嗓子都哑了。谁不是呢？吼一晚上，热搜啦！有人刷热搜啦！啊，我好想喝蜜雪冰城啊，被你们刷的。我给你点个柠檬水。我不要柠檬水，我要那个我最爱喝的那个全糖。懂了，我知道你一定要全糖。大庆油田，谁是大庆油田？不是我们，大我庆们油不田油。你都不知道是谁？你怎么哦，回事？你不是5G 冲浪吗？我要给你说什科么吧？普一下了，就是那个，怎么能在我们这儿啊哈哈哈哈哈！刷大庆？对，是周恒，周恒没进直播间吧？你小一点声说话，嘘，是他在吗？他在吗？我不知道。没事，他在我也说，你怕他，我不怕他。原来高质量男性这个梗你真，知道，因为有 98K 标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对方有什么小习惯？大家表情怎么这么同步？表情同步在回响，习惯还挺多的。他不怎么讲话，他在现场不说话，但是我一看他，他就说话。就你，是吧？你不也每是？次你就是都是我们俩就属于一到现场，就就回不说一开话。始就各自坐在那儿看着对，手机，然后只要一个然后人放下手机，哎，就感觉要聊了，对，就开始了。对，特别有默契，而且一般都是你坐在左边，我坐在右边。对，我坐在左边，你对，坐在右然后每次你点外卖，边。我都要吃一口，然后还有什么小习惯还有啊？咱俩一张睡觉的图片，你记不记得？啊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就睡觉肯定都要把毯子盖在头上，要把脸挡住，要把因脸为挡脸上，太冷。可能是怕。吹头，都在问微信备注，微信备注就是。是什么？我卡了，我的微信备注是什么？就你的名字加你的生日呀，多么的直接，好卡呀！
卡了吗？生日都不记，他记了，他记了，他今年还有送生日礼物给我，27，我还送这了个他不一个能冤枉那他。个画簪哦，我今天有是送的，他是礼物的，哦。很好看。他还送了我一个亲手编的小手绳，是绿色的，也不知道要暗示我点什么呢。我这是在给哼，你暗示，不要被绿。我这是在给你提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的太直白。哦，还不是纯绿色的，是黄绿色的，黄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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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是又黄又绿。剧情后边虐吗？不虐吧，我们的剧情只有爽。不虐的，不虐，一点都不虐。我们剧情可爽了，我现在老想看更新了，我一直想等着周三赶紧到吧。我也是，今天才周六。快了，再啊，给我点几天外卖就有了。行，给你换着来。哈我还爱吃椰子冻，你的椰子冻，椰子你的冻是一鸡个好吃的呀，啊对，还有那柠檬鸡爪，完了暴露了我爱吃什么？打篮球吗？打他球们两个在吗？打篮球吗？天呐，天呐，啊！我下了，我不播了，我生气了。还经常有人问我。打篮球的，也有人问过我，但还好我遇到了你，因为你比我还高。行吧，那我就委屈一下吧。这么高不打篮球，啊，主要是后面有篮球。哦，真是，我这有个篮球，这是蓝色的篮球。这是谁的篮球？老板的篮球，好的，第五集啥时候更？第五集下周三更，下周三是更两集对吧？我记得是周三两集，周好像四，是更两集，更几集我就看几集，反正。好像一共更新四集，想听我们唱《狼的诱惑》什么歌？什么鬼？您都不安好心，什么时候表胸什口么时候碎表大演石？胸口碎大石？我看见这条了。对呀，你还欠我们一个胸口碎大石呢。回家的诱惑来一首，回家的诱惑不能我们唱，得让回张家曼，诱惑得，对，张爱玲和周得恒让唱。他们两个唱，才能很贴切。我们不需要，我不回家，因为，所以没有诱惑。刚刚张婉进来了，哦，是吗？啊，是吗？什么时候？我们刚刚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吧？没事，我们在怕什么？不怕。他已经被我已经把他给安排了。用你的98K。哦，他真来过了，大声说坏话。张婉退出直播间了，救命啊！局外人，你们俩说别人坏话的时候，还是要小声一点。怎么还有人给你送花啊？不是说我送花吗？谢大家谢，送别的，你不要那么你还小借了？气，好不好？这 花是我送的，再送一朵。哇哦！片场有什么趣事？片场有什么趣事？片场我们俩爱聊八卦，说悄你们悄话，两个的趣事都是不可以讲出来的，不可以让你们知道。对，是不能言说的趣事。他们说吃外卖，片场确实吃片场的趣事就是吃他的沙拉蘸油醋汁。
但我之前从来不吃沙拉，我是吃了每天吃他的外卖，然后他天天吃沙拉，我就会发现沙拉好好吃，然后我也跟着吃。我你们是因为天每天天吃吃东西屎都不太的，健康，被踹被脚踹什一么脚感什么觉？感觉？你说什么感觉？过来找我，你来找我，我踹你一脚。生气。被踹那问一脚个幼趴了稚的几问遍。题，也就3、4遍吧。委屈爸爸，他踩了一脚，是啊，就你们看的仔细，真讨厌。会搓衣吧，过分了吧，不必吧，我那是在保护好他呀。吧。你要知道，我不天踹呐，他那一脚，他就我完头了。就掉了，哈哈。啊，我有看到那个字幕说，万一许攸宜不蹲下，他头不就掉了吗？啊，那个弹幕，你有看到吗？我要笑死了。这要是我，我就不蹲下，我就不会蹲下。牛啊牛啊！然后你就表演一个首劈大刀，成立大好的，想看。我就变成了杨然后过。不，然后你就。就是双臂没有，然后每天就是又一又一，快帮我擦擦脸。是吧？我你是每在天写出同去人运文动。吧？啊，是吗？没有，是写同人文吧？我在幻想，如果你手劈大刀的话，我就每天推着没有胳膊的你，然后我就说微微，你能带我去参观一下你的枪们吗？然后我说好，我要下楼。我说啊，那你要下楼，但是我背不动你怎么办啊？然后我就把你踹下去。踹回来了是吗？比给你，比给你，我不要比，我可以打字。血腥爱情故事，第二季你来写，好，我来写，快出书，好主意。隔空比心，哎，他让我们俩隔空比心，你比一下，你比那边，就是我比左边，你比右边，好，你来这来啥来。呀？你这是这，你卡了，哎，不对，等会儿，这比了个头，我卡了吗？在哪儿？你那才是糖，那是馒头。什么东西？这，可以了，快，你来，我不弄我了，来了，哎，快截该图！截屏了，快截屏，快截图，好了，结束了。好了，好了，比了个大屁股，车祸现场。